你像就是刚才我说，接下来是准备跟法国人一起是跟你国开始的，先啊，你在海港，你先观察你的一些品他的东西都和安全有关系，所以大家呢，就除了呢，咱们能看到你引起很多大家一些并发症，建议大家一定要，建议你注意的程度啊，一定要提你便利。这样呢，他虽这个病人看这样，他虽然是对人看起来这个当人即使没有当时跟讲时，但是对什么他对讲，他对讲是对。